安安，我是陆克，今天要来分享这次四位挑战任务的速刷队伍对应的关卡难度是顺决，队员武装都要能进场 CC 减二，剑心要专属武装，时光牌要用满等的换取生命的代价，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进场这个小王八蛋有红绿灯，还有水柱翻手敲盾，不是红绿灯，队长只喊五连珠。撬回了卡尔斯记忆。波惹李德坚兄弟走红绿灯，队长直扬喧嚣，第二层剑心选上战友角色猪，队长直扬喧嚣，手下角色猪。第三层，流光猪起手，队长直扬五连珠，为战友附上死鬼。下回的卡二是记忆，队长记二，队长记一，点光火火，战友角色注意部，第四层任位波热，波热角色注意部，王冠一血会先被突击超痛的一下，比流坚兄弟卡尔斯基尔波热角色猪消高是一平砍，二血雪莱 T 二没跳的话要先 EC， 剑心选右，队长 T 二，队长角色注意部。以上就是这次四位挑战任务的速刷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